地心灯之光，引动天地之火，可灭尽世间诸魔。心灯燃是希望不灭，浩气永存。纪云禾，我就在你体内，封印了，你也得下去陪我。你舍得下鲛人吗？云禾，心灯连接天地之火来灭魔，你又要牺牲自己吗？顺德，他或心不死，魔气不灭，世间难宁。你也不希望魔物再肆虐世间，对不对？那我陪你一起。长夜，等我跳入岩浆之时，顺德定会想办法逃脱。届时我需要有人在外面感应鲛族权杖之力，封印火山，阻断他的去路，也要防止地火再次爆发。那个人只能是你。你让我亲手封印了你。我知道这很为难，可是谁让我最相信的人就是你呢？你最喜欢自由，不能被关在这种不见天日的地方，我替你去。我以前只想着自由，那是因为我觉得这世间所有事情都与我无关。可是我遇见你，北渊，以及种种所见，我发现它并不是无关，而是息息相关。长夜，这就是我的选择。你放心，心灯有灵，它会护我，我不会有事。等到魔气消失的那一日，我就会找到回来的方法。这次我们不再有隐瞒，未来不管遇见什么，我们都一起面对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需要一个保证。如果你不是你，我不是我。嘿，多想多想。嘿，你要去哪儿？人痴心人抬头望，留不住的光亮。带着他，你就会记得，我永远都是你的大尾巴鱼。我会等着你回来，无论千年万年，鲛人都是一生一世一双人。我答应你，无论何时何地，用何种方式，我都会找到回来的路。因为我的归宿就在你的身边，这一次不要因为我在被困在北院了，你要多出去走走，去四海八荒看一看，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，你替我去探探路，待会回来我们就一起前往，好吗？
上，日月未央，将时光刻在了手掌，染一种滋养，告别着黑夜漫长。这里繁华又盛放，如你般明朗，转眼过几万个光年，你可曾看见这世界如你所想。你说一切都平静，你可看见？你真的再也不想要对我负责了吗？很贵吧，洛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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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成亲会不会很贵啊？那得攒多少零食啊？多少？我终于明白了，父君留下的百万神兵，不是隐藏于某处，等待召唤的天兵天将，而是四海八荒，所有的除邪卫道者，是你们每一个人。只是，我也没有想到，最后云禾还是牺牲了自己。抱歉。这跟你没关系，他是纪云禾。他做的选择，没有任何人可以拦得住。不过他答应的事情，也定能做得到。魔气消散需要多久？这要看他的心智有多坚毅，也许需要百年、千年，甚至上万年也有可能。我明白了，烦请天君可以重开东海，照顾好万花谷。至于北原，我相信有青瑶主事定会重现繁盛。你不做这北原尊主了？对于北原而言，有更合适的人。心中所属方为家，北原终是没能留下你。